狮子女和天蝎男在一起真是虐到了极致，天蝎有时候真的让我感觉他自私有心计，忽冷忽热的，太让人抓狂了。优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位网友，我请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个问题呢我马上给你联系我们的情感大师黄小邪老师，让他给你分析一下一二哈。悠悠好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邪老师，上个问题我来帮忙。如果是狮子女撩天蝎男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点艰难跟痛苦，尤其是在天蝎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，因为天蝎对感情的质疑度是非常高的，它不像狮子那样是热情跟相信感情的，所以要给他一个时间，因为天蝎谈恋爱就是一个在不断的寻找一种证明，证明你是真的爱他的，所以你要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，真的让对方感受到对方就是你的唯一。天蝎一旦接受了你，真的会非常的宠爱你，加油。